想到早上就这么大的运动量，泡咖啡。你敢想象体压10只鸡，发的鸡，冷冻的鸡？Oh no！简直不敢相信，老许太发物资了，10只鸡，回去，相信了，给你发鸡了。饱死了，听听外面，睡个午觉啦。楼做核酸，下楼做核酸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用剩余的蜜瓜榨了一杯奶昔。嘟嘟。哇哦，手撕鸡，叮叮叮，嘟嘟。睡觉啦，晚安，马卡巴卡，好梦。